随后、hey、欢迎收看财经火线论坛，我是郭景辰。最近重要的财经新闻都聚焦在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品牌上哦，包括哪些呢？包括易美，包括王品，包括 HTC，还有包括麦当劳。可是这些品牌出来的都是一些负面的新闻，我们一一来解释哦。像易美的话。 居然传出来，他的仓库里头有两千五百公斤的过期食品。而另外在王品的部分呢，前董事长戴胜义他突然宣布要请辞董事长。过去王品形象很大一部分是跟戴胜义的形象相连接在一起的。未来王品的品牌力还能延续下去吗？而另外呢是 HTC 的部分，它最新公布的数字是在第二季它就亏损了新台币八十亿元，赔掉了一个股本。它的品牌定位出了什么问题呢？最后是麦当劳。 都成功积累，转世改上台麦当劳，金麦麦是头头头，在台湾他决定要子公司撤出台湾，要改采授权加盟经营的方式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如果把这些品牌问题集合来看的話我们还想探讨的是，台湾本土性品牌是不是因为现在因为市场的规模不够，还是因为食安风暴的影响，造成了很多后遗症，现在出现了品牌崩坏的大麻烦。提到大麻烦，还有一个大麻烦是中国的股市。 一下子暴涨，一下子暴跌，真的让人叹为观止哦。对全球金融市场来说，原本有一个希腊已经很头痛了，现在还多了一个中国这个市场，真的是一个 trouble maker。到底会对台湾又造成什么影响呢？今天我们请到五位专家共同来讨论。第一位是台大教授他们的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六角国际的总经理张国强。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六角国际旗下最知名品牌是日出茶太，所以我们代要特别请您来谈品牌形象怎么来维护。 好中山大学教授黄明兴老师，主持人好，现场来宾以及呃电视机前面观众大家好，那是动脑杂志的社长王彩仪社长，各位观众大家好，主持人好，社长到底是要帮我们分析哦，到底这些品牌的危机处理好不好？还有台金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先请教主任。 中国股市到底怎么了啊？后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最近这一个月啊，上海股市跌了百分之三十，对，然后呃，深圳股市跌了百分之四十。其实大陆的股民在这一波下跌里面亏损累累。 在刚开始上涨的时候，事实上不只是大陆股民把资金投进去，甚至很多台湾的大户、中实户，甚至散户跑到大陆去投资。所以我周边有很多朋友去买了大陆的基金，甚至还有民众跑去大陆做品种金主。所以整个资金外移的情况很严重，也造成我们台湾上半年整个股市的动能是不足的。但所以其实很多台湾的民众也受伤喽。当然，所以这一波的下跌当然会受伤，但是我们嗯换个角度想。 第一个，大陆的股市可能这波多头已经到底了。那回到台台湾来，还有很多很好的股票。第二个就是我们很怕。 大陆这一波的金融，那可能会影响到它的消费能力。那我们台湾对大陆的出口最近已经在衰退了。如果因此而雪上加霜的话，对我们会特别不利。所以，我们对中国的出口要特别小心。到底中国经济还会不会在成长？而中国股市还会不会在衰下跌？中国经济过去这十几年，我觉得它有点透支。它一半是自己的动能，一半是靠政府的政策在给它加油添火。那经过一连串的透支熬夜以后，现在已经感觉已经有点。 爆干了，所以这个股市有点爆干式的下跌，必须要一阵子休息。所以大陆也提出了新常态，要稳，要慢慢的要休息养生一段子，经济结构要调整，才能有下一波上涨的动能。目前看起来已经走到一个一个阶段了。那假设啦，我现在有中国的 ETF 或者我有中国的基金，我到底要不要卖？ 我们台湾都说基金投资有赚有赔，请查阅公开说明书。<laughs> 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因为他们现在政府在救市，但是呢，呃，民众感觉起来是信心尽失，所以我觉得会僵持一下。但是一个没有基本面支持、没有品牌，包括我们今天讲的，没有品牌、没有获利支持的一个股市，事实上不能维持长久。本一比太高，甚至到本梦比、本胆比，要要够胆的。要够胆。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股市的话，美国要升息了，先走为妙。我是这样建议。 好，那回到品牌的部分哈，到底品牌力会不会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呢？像我以前我的妈妈在买东西，她说电视有广告的啊，她就会去挑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想，一般的普罗大众都会挑品牌，甚至是电视有广告的东西。对啊，既然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义美你会这么不爱惜羽毛哦？因为婉君非常挺你哦，还说你是台湾食品业最后的良心，结果你却是把过期快要十年的商品还放在你仓库里头。 过期十年保留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哦。两年以前，你就是拿过期原料来做了一枚小泡芙。来看这则新闻，有效日期是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九号。随手一拿，这款冷冻年菜已经过期半年了。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八。还有这些烧酒鸡，去年一月二十八号就到期，至今还放在冷冻库。堆叠的纸箱打开，更让稽查人员看傻了眼，因为他们全是易美的过期食品。 夸张的还在后头。这款知名的极品佛跳墙封面标示有效期限二零零六年二月六号，算算时间过期将近十年。还有各项冷冻食品，像是一美的年菜、砂锅鱼头、鲜菇炖羊小排和米糕等二十九项食品，总共一千六百九十九件被桃园卫生局全数查封。 一向自诩是食品界的良心，但这回益美却让民众大失所望。桃园检调查出，益美龙潭厂有一批将近一万公斤，二零一零年八月就过期的大豆分离蛋白，隔年五月依旧拿来制作小泡芙，一直到去年八月遭人检举才停用，前后至少用了一年三个月，生产了十二万箱小泡芙。 最离谱的是，从厂长到生产线员工恐怕都知情。卫生署追查更发现，小泡芙包装上的原料没有巨石标示，决定再开发两年前的过期小泡芙事件，你是捐了一千五百万。这一次呢，益美是在事后反而发一个声明，他反控桃园市的卫生局一查二十四小时，逼着业者违反了劳基法。社长，我想先从危机处理的角度来看哦，因为我看不懂。 这样算是在维护艺美的品牌形象吗？如果说在我家的仓库找出一些过期的，我会跟大家讲抱歉，那是疏忽。像我们动脑也常常出错，里面有错字。啊、呃，我们有的时候邀请呃讲师来演讲，有的时候有人也也不满意，说社长，我对这次的讲讲师非常不满意，我要退费。我们二话不说就拿钱退给他。 就错了就认错嘛，对，其实这应该很简单的事情啊，这才是品牌形象的维护和管理啊。是啊，那易美当然这个事情是它的作业作业系统里面出了问题，因为很少一个食品食品业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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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对于存货会这么漫不经心，所以个人显示到管理管理上面在在执行上面可能不到位。可是反过来看，我想问汤老师哦，汤老师您本身是品牌专家嘛？ 你也在企业担任独立董事，所以我想知道说，台湾的企业他们到底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品牌的？我觉得台湾基本上企业家对于品牌的事，对于品牌并不是那么样的重视啊。你看，我们都是代工的厂商，所以说他们不希望自己有品牌，基本上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心态。对，HTC 的话，它品牌的最大的错误是说。 他忘了，这不是品牌的问题，这是一个策略上的问题。HTC 没有看到说整个智慧型手机的竞争，从一个功能上的竞争变成一个平台的竞争。平台就两个，一个是 Apple，一个是 Google 的 And Android。当你变成一个平台竞争的时候，你还在做手机的功能竞争，你没有办法增加顾客的体验。 所以 HTC 的品牌也没有什么力量可言了、uh。啊、huh.，第二个做机海战术，一做机海战术，最大的致命伤就是它的成本开始偏高，它的毛利开始下降，毛利一下降就没有能力去做更好的品牌。所以其实毛利下降对他来说是一个很伤的故事，这是在 HTC 的部分。可是另外一点，在易美的部分，其实管理完全是管理不到位的问题，而王品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个表格 王品集团在过去哦，几乎可以说是台湾的餐饮业之光。因为根据《确实杂志的调查呢，从二零一二年到二零一四年，它连续三年都是新时代最向往进入的一个企业的冠军。可是到二零一五年，也就是受到食安风暴的影响，它一下子掉到了第四名了。黄老师，王品又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我想，诚如刚刚这个主持人所提的了啊，就是他曾经是。 呃，台湾品牌的这个典范啊、哦，或者是模范生。我们今天谈这个品牌这个议题啊、哦，尤其它是把我们这个行销学里面的这个多品牌的策略哦，非常成功的应用在这个餐饮的这个经营上面哦。那对台湾的整个餐饮业的这个呃提升现代化、培养的人才，它有它的这个贡献哦。那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哦，那其实这个品牌那本身带生意董事长哦，以我们用所谓的品牌权益的理论来看哦。 它其实这个品牌的这个资产哦，尤其在一开始品牌在建立的时候哦，那当然哦，去年哦，最近这个时案的风暴哦，让这个资产哦转变成负债。我们讲的这个品牌的负债哦，那呃，违纪的处理，还有外在的这个时案的风暴哦，当然它内部哦，整个品牌的这个生命的周期哦，从一开始消费者喜欢哦这一种呃呃体验哦，那一直到后面可能新鲜感没有的哦那。 以往的这个服务的热忱哦，好像这个太过呃呃太过了哦，所以反而有人觉得太 over 了，不习惯不舒服，所以这个内忧外患哦，那造成哦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局面哦。不过我想我们在谈品牌哦，那其实在台湾的这个品牌经营上面，王品集团它所带来的哦，给我们带的这个呃，我想是是有它的这个贡献的存在。其实它应该也扩伸到其他的台湾的餐饮业，其实也做得相当不错啊，包括像鼎泰丰。 其实也让台湾的品牌成功的推出去了，可是我想问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您刚刚特别提到了戴董事长他的形象跟王品的形象，哈，您觉得戴董的形象已经变成一个负面的符号了吗？呃，我想这是危机处理的啊、哦。那我想消费者在跟这个品牌的这个连接哦，是呃呃，消费者是非常犀利、非常严格的哦，我们品牌的经营在面对这个市场严格的挑战啊、哦，那你的形象可能会是因为。 说的呃说错话，或是媒体的解读哦不一样哦，还是因为呃危机处理哦。那我想这个呃的的经营是非常挑战哦。那我想从去年的这个呃死燃风暴，整个集团的这个呃反应，给社会的观感，给这个一般顾客消费大众的形象，我想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其实过去哦，戴董的形象跟王品的形象几乎就是百分之百连结的。我们来看这里的报道：每年王品端盘子比赛总能吸引大批媒体采访，透过这些活动让王品获得高知名度，也扭转餐饮工作的传统形象，这是戴胜义创造的餐饮奇迹。三、二、一，请举手。 随着股票上市，王品的店长各个荷包赚满满，身价媲美科技新贵，也让王品成为年轻人最想进入的企业。不过他的经营哲学也有龟毛一面，像是规定员工不能拍马屁，任何人不能帮上司庆生，不能送上司礼物，过年不得向上,上司拜年。这些让戴胜义成为不一样的老板。戴胜义带给王品集团的服务 SOP，像是入座一分钟就得送上冰水跟菜单，水杯少一半就必须降。 加水，就连鞠躬都有不同要求。王品牛排服务生鞠躬十五度，陶板屋讲究日本精神，弯身三十度。西体服务生必须展现活泼开朗的七颗半露齿开朗笑容。这一切规范会不会随着戴胜义退出经营出现变化？值得观察。所以，随着戴胜义董事长现在退出经营了，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哦，我想请问的是社长哦。 戴董闪退，您觉得会不会连带影响王品的整个品牌力？我的看法是还好，呃，虽然戴董、呃、在多次的面对记者的发言的上发言上哈、哦、缺乏同理心啊，呃，如果因为那几件事件让人对王品这个品牌有些疑惑，那他这个时候退是不是刚好？嗯，这是另外一种思考逻辑。是。 好，我们来看哦，王品整个发迹的过程这张表格上，王品集团发迹是从一九九三年，它的第一家王品台塑牛排是在台中开业的。它曾经在两千年的时候进军美国，它那时候其实在洛杉矶，其实撑了七年收摊了。然后在两千零四年的时候呢，它曾经爆发了重组牛肉的负面新闻，但是当时消费者非常挺它，很快的风暴也就过去了。 然后到了二零一二年股票上市，我这边特别用比较大的字体哈，因为我觉得股票上市这件事情是会有差异的。而到二零一四年，他卷入实案风暴；二零一五年，戴胜义闪退。对于股票上市这件事情，其实我过去亲耳听到戴董提过很多次，他说不会股票上市。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了。汤老师，我想问的是说，有一种说法，是不是企业在股票上市以后，无可避免他要追求更高的获利给股东？ 所以它整个企业文化就会被影响、被改变了，您的看法呢？因为企业永远是活在一个挣扎当中，因为有三批人，一个叫顾客，一个叫股东，一个叫员工。哪一个优先？哪一个哪个哪个在后面？日本的企业以前他们都是顾客第一，员工第二，呃，股东第三。所以日本的企业的股票呢，上市了以后价格也不怎么样，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买日本的股票。那美国的股票，美国公司就倒过来。 那现在你一上市了以后，你开始遭受到很大市场上的压力，要你要你股票上涨，股票不上涨的话，你的那个呃这个总经理呢可能就会被换掉。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跟麦当劳一样，他就必须要 cash out。所以股票上市以后，以前的想法是员工第一，现在的想法可能要变成股东第一。可是好的经理人，或者是说他股份很多的，他应该坚持下去。 而不要因为上市而改变了他原来经营的原则。所以股票上市是一个影响企业文化的因素。那这一次戴董闪退，会不会又强烈的影响了王品的企业文化？呃，一定的，换了一个 CEO 就会换另外一个一套做法。CEO 对。那要那这看起来这个 CEO 跟戴董是很不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一个一个一个领导人。所以呢，这个文化一定会跟着改变。嗯、<哼>那我这个文化的改变是好是坏，对谁好，对谁坏？ 我们现在还看不清楚啊。其实，主任，我还有一个观察点，就是说，在这几个品牌当中，我们看到包括易美、王品、麦当劳，其实他们都是餐饮食品业。 所以某种程度，我们是不是可以扩大隐身来看这件事情，是不是食安风暴其实持续在伤害台湾餐饮业的一个发展？不止台湾餐饮业，麦当劳在海外也有食品安全的问题啊。对对，以前这种食品安全的问题，可能消费者没有那么注意。这几年感觉起来，大家就是拿放大镜、拿显微镜在追这样的事情。对，事实上，麦当劳好像它上游的供应商在上海福喜食品，在去年也是有这样的问题，yeah, yeah. 所以造成了整个它在亚洲的销售都不好。 所以我觉得食品安全，其实不要说食品安全了、啊，最近这两年，安全是亚洲所有企业的痛，航空公司也有安全的问题。嗯 一般的制造业也有安全的问题，石化也有安全的问题，但是食品业因为它的食安，因为直接吃进去，消费者会更加的害怕，不是一般公安的问题。所以这次的食安，我觉得对台湾的餐饮业，当然我们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景泰丰在海外做的很成功，但其他的餐饮业未来要进军海外的话，可能安全问题你要先顾好，因为我们感觉最近香港、新加坡甚至很多海外的华人本来都进口台湾的食品。 现在他们对台湾的食品慢慢都不信任了，所以不只是餐饮业，甚至你食品业的外销、食物类的外销，未来可能都会受到打击，就是因为安全的问题。食安风暴对台湾整个呃食品相关的产业啊，食品餐饮，包括刚刚提到的呃易美啊等等食品的产业，它的上游下游影响是非常非常大哦。那这个呃这一次的这个呃戴胜义董事长，我想直接间接跟这个都都有直接的关系哦。那呃我希望政府哦、呃、跟业者这。 是应该痛定思痛哦，利用这个机会把它这个呃彻彻底底的把它扭转过来哦。尤其食品的法规在我们这个台湾，其实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哦。那业者因为呃借由这个法规哦，那呃降低成本哦，那造成这么大的一个震震撼哦。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啊。哦 把它扭转过来啊、哦！老师，您刚刚提到法规是法规没有被重视，还是法规没有根本没有去执行呢？都有哦，都有。以前的这个法规其实对这种处罚相当相当的呃呃松散那对业者来讲，没有任何的呃呃呃任何的这个自制力哦，所以业者当然成本的考量哦，他会会钻这种漏洞哦。那业者本身的这个自主的管理哦，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尤其是做食品的哦，自己的这个呃自律。 经营的品牌，我想这两两方面哦都要去努力。那我们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哦，利用这个机会让大家把危机化成转机哦。你现在提到危机就是转机，我也常常形容机会跟挑战永远是并存的哦。所以我想请教张总，其实过去这段时间时安风暴，您旗下那么多品牌不可能没有受伤啦。但是乱局之下，其实品牌的维护管理，它的形象才更重要。实物上你们怎么做？我们做国际连锁。 的一个企业最怕的，就是一个区域出问题，嗯，会影响到全球的。对，因为举例子，呃，别的地区，比如说别的品牌，它可能这个产品它出了问题，可能这个地区停售就没有问题。对，举例子，我们珍珠奶茶最主要的珍珠，举例子，我们只要原物料出了问题，是全球停售，哇，那、欸、全球回收。 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我们的重视的程度，也就是说，当我们台湾发生食安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所有公司人都是高度警戒，几乎晚上睡不着觉，而在追踪我们所有的原物料供应商，而且呢，几乎是二十四小时在看他们的生产过程。可以想象。到这个程度的原因，是因为所有的国家，他们都在担心这个事情。 <對 S 1> 都来要求我们提出所有的证明，对，好，那这就是我们做国际品牌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压力。过去我看到的是，即便两年前就曾经爆发了，嗯、义美就是用过期原料在做小泡芙，可是婉君都还是力挺义美哦、喔，而且婉君还说他是台湾的良心，还说要用新台币让它下架。走起背后没聊聊了，可是现在,現在这嘛憋着大坑的代志吼。 我意思是说，现在品牌形象的维护管理几乎就不能忽略这个婉君的意见呐、啊。你没有怎么做呢？啊，呃、我想啊、哦，婉君啊、呃、是一个表象啊，就是说这可能是在一个网络世界哈、啊，或是在一个那个通路上面的一个数字的统计。实际上，我们在看这个，这等于说是一个社会的评论，而不是实际上的一个数字。那我们很简单的去看它实际上的销售量。 是不是有上升或下降或持平？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去企业评估这个市场上的一个消息，或是正面或是负面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依据。比如说，我们上次台湾发生了一些茶叶等等的食安的这些问题，这些的报道实际上在台湾做的很大啊。可是我很跟各位报告，销售量。 呃，销售量其实，在台湾我们公司的呃，等于说影响不超过百分之十，但是在全球的影响几乎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婉君的这些言论在你们看起来有没有一些被操作的可能性？是有可能性的，但是我觉得这不是重点，而是说婉君在这个也是一个呃监督我们这些厂商。 的一个指标，就是说，也就是消费者他的需求，还有他在乎的是什么？欢迎回到财经火箭论坛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谈的是台湾品牌正在崩坏中，尤其是股价从一千三百块钱跌到六十几块钱的。 宏达店，我们不是股友社的节目，所以我们不谈股价啊。但是我们要探讨的是，过去我们认为是台湾之光的宏达店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王雪红要说它是一个中国品牌？这是不是代表品牌定位就出问题了呢？社长，宏达店过去真的是台湾之光，我们很高兴台湾有这样的品牌。可是最近这一两年，他一直强调我是中国品牌。可是你如果问一般的消费者，什么叫中国品牌？ 中国品牌的联想是地沟油、毒奶粉，十个有九个骗，还有一个在受训练，都很负面啊。都是负面的，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强调你是中国品牌，我不知道你到底是在想什么。嗯，这点是非常可惜的。如果说，嗯、呃，你如果在意的是中国那一片广大的市场，其实。 全世界除了中国，你还有别的市场值得你去进攻啊！他过去在美国做的非常好，就是从美国起家的啊。对，而且中国还有小米呀、啊，还有其他的手机品牌，他为什么非要买宏达电不可呢、嗯、？HTC 不可呢？所以，呃，我的建议是，真的要把自己的品牌定位弄清楚，你不一定非要挂中国品牌，你觉得你才卖得掉。 也许是他是整个品牌策略其实出了很大的问题哦，是，所以待会我想知道的是，宏达电这个品牌还有没有机会起死回生？不过我们先来看这个 VCR。对于 HTC 近情营运成绩及股价表现的不理想，在此我代表公司经营团队向股东们致上万分的歉意。 宏达电去年智慧型手机出货量超过一千五百二十六万只，衰退百分之二十三。尽管王雪红预告今年十月会有新的手机产品，不过现场的小股东还是希望宏达电买回库存股，别让股价再继续跌了。其实最让投资人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是你王雪红才刚刚信心喊话完哦，两天之后你就发布了一个猜测，说你第二季会大亏，最后亏掉了一个资本额，赔掉了八十亿。 你为什么前面不好把话说完整就好了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请教黄老师哦，这样的品牌，而这样子的经营者的心态，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要怎么去救？我想做消费性呃产品的品牌哦，如果没有得到没有办法得到哦股东或是自己的这个呃国人哦的这个喜爱的话哦，那要讲国际化哦，那其实也蛮大的挑战的、哦、啊啊、哦、那 HTC 跟我们刚才谈的这个王品哦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产业啊。哦 那王品哦是强调消费者的这个体验哦，跟这个品牌的这个情感上的這成分非常大哦。那像这种消费性的电子产品哦，那它的功能哦，产品的功能哦，那消费者在乎的实际的这個功能哦，产品的属性非常重要哦。所以产品力哦，研发力是非常重要。那这一点对台湾的这个厂商来讲，要做品牌是更加严厉的挑战哦。 那呃，怎么样可以让这个规模再大一点哦？研发能力能够强一点哦？那我想这是一个一个一个思考的路路线哦，一个思考的路线哦。一定要规模大，<是>研发才能大吗？呃，它的速度哦，速度感哦，这种产业它的呃新产品的推出，产品的这个呃研发的这个速度感哦，那呃它的这个呃后面的这个研发团队要非常的非常的强，非常大哦，要有这个这个呃竞争力哦。 那这一点，我想在呃以台湾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来讲，是相当吃力的哦。它的这个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哦、啊。啊，好，我们来看这一张表格哦。其实宏达电脑、哦、它不只是股价像溜滑梯啦，它的品牌价值也是哦。因为在二零一一年的时候，二零一一年的时候它品牌价值还有一千一百亿，二零一二年呢是八百四十亿，到了二零一三年是三百五十亿，到了二零一四年它只掉下来剩下。 两百二十亿了，根本只有五分之一的原来品牌价值。所以我想请问的是汤老师哦，其实从 Motorola 到 Nokia、ok、再到 HTC，电子产业真的是需要品牌的吗？也许一开始我讲说电子产业不重视品牌，这个是对的，因为事实上的证明告诉你说，电在消费电子业，并不是其他的行业。啊、消费电子业在消费电子业，<對>子業品牌看起来没有什么用。当年的 Nokia，、ok、它的。 全世界的排名第十四，HP 排名第十，戴 l 排名三十。如今安在,在？如今通通都不 <laughs> 都都找不到到哪里去了，这表示说品牌不能够保持你的衰退。嗯、<哼>那为什么你会衰退？还是这一句话，技术才是硬道理。嗯、<哼>因为你的技术不如人，你的产品不如人的时候，基本上消费者马上就知道你的产品和别的产品的差别。 那他知道了以后，他不管什么品牌，他只找说这个性价比是最好的，像小米。那所以你就看，当年我们就在去年或前年的时候，我们很钦佩三星，说三星好棒，它的品牌价值多少多少多少。现在呢，没有也垮下来了。所以品牌有什么用？三星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行销预算，可是能够保护它的品牌不受崩跌吗？好像没有，还是没有办法。所以呢，我的结论是说，在消费电子业。 看起来技术才是决定你的品牌的能力，而不是你去的广告，或者是说你的品牌就会有这个力量。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用。我当然认为技术是基础，不过呢，我觉得 HTC 碰到的问题是，它的机海战术完全是一个错误。嗯，呃，我们所学习的品牌经营，一定是你切某一个市场，你你不要说什么都要做。 你如果 focus 在某一个市场，然后非常深入的去研究你那个市场的 target，他们的需求、他们的感情，深入去挖掘，我相信你会做得成功的。他最大的错错误就是他什么都要做，什么都要做事多利分啊！你你你没有那么多的投资，你怎么能够做得出来？台湾其实谈了很久哈、哦，到底要做品牌还是要做代工，长期来被讨论，主任。 您的看法呢？在手机厂里面啊，你刚刚讲的 HTC，它是有品牌，但是有一些它是本来做代工，后来也跑到品牌，像华硕，对，很早以前它是做代工厂的，后来也跑到，所以你你很难说品牌或或者是代工谁是一定对，他们有些阶段性的任务。嗯、所以刚刚汤老师也特别讲了，电子业是没有品牌吗？还是说在这一段技术，它有些技术是活两年的，在两年之内它这个品牌是有用的，但是超过了这个技术可以用的这个两年之后，品牌效率就失效了。嗯、所以。 呃，电子消费的电子业难道没有品牌常青树吗？有啊，Sony 是啊。您刚刚讲的电子应该要再区分，或许是说像手机，或者是说像最新的资通讯这样的东西，它的生命周期非常的快，所以品牌的效果是比较淡。嗯、但是有一些常青的，像有些做耳机的厂商，那个厂或者是做喇叭、音响的厂商，其实那个品牌百年品牌一直都屹立不摇。所以所谓的电子，也许应该再区分一下技术的。 呃，快与慢，它它是有不一样的。另外就是您刚刚讲到品牌跟代工的问题，台湾市场确实非常的小，我们要养出一个国际品牌不容易。那甚至是本来我们养了一些国台湾的品牌，像我们以前有一些家电的品牌。 就当我们开放外国的厂商一进来以后，才发现哇，外国的东西比我们便宜的很多，而且它有全世界的知名度，反而民众就抛弃了你本地的品牌，转而投向外商。所以我觉得市场太小，是造成我们品牌没有办法培养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致命伤。您刚提到了华硕这个品牌，我们就来看啊、喔，因为它在二零一四年的时候，它其实是台湾品牌价值的第一名。我们来看这张表格啊，就是在二零一四年的时候台湾品牌价值的排行榜。 包括了华硕、趋势、旺旺、宏达电跟宏基，这是前五名。一路排下来，当然我们这边还看到有巨大振兴、美丽达、联华、联强国际跟延华。可是我想问的是，汤老师，打品牌做行销一定要花钱啊？而且花的钱真的不会太少、哦。可是以双 A 品牌来说，包括 ASUS 跟 Asus，他们的毛利率足够他们去打这场品牌战吗？没有办法，所以像华硕必须要做各式各样的。 呃，产品，然后呢，然后把它这个一个品牌能够在不同的产品线上面使用，这样子可以分担这个行销的成本。你看这个巨大哈，巨大它的毛利是百分之二十二啊，那我们的宏基的毛利多少？大概八或者现在可能是负的了，可能八到十而已。当你只有八到十毛利哦，你还要谈你的研发哦，对，你要谈你的那个固定的固定成本哦，你要搞下去的话，你不可能有这个钱。嗯 来去做你的全球的行销，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当你当你去不做这个行销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这个牌子没有附加价值。嗯，当你没有附加价值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溢价，能够在跟跟消费者说你可不可以多付个两块钱来买我的产品，那个也没有了。Uh huh. 那你后来就就恶性循环，你的毛利越低，你就越没有办法做行销，没办法做行销，你的毛利就越低，结果呢，<对>最后就你的品牌变成没有价值。嗯、uh。Huh. 这就是这种恶性循环啦、啊。而我相信哦，要打品牌，其实除了钱之外，还需要有人才。所以我想请教的是社长哦，就是您接触很多很多的公司，台湾有没有足够的人才？而且另一方面，企业的老板有没有那个胸襟跟气度？他们真的可以运用人才吗？嗯，形成一个品牌，要经营一个品牌，要累积一个品牌形象，需要长期对长期,长期有耐性的一步一步的去做，而且。 虽然我知道，呃，很多的品牌经营者认为品牌是我的，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消费者的感觉，嗯，那才是品牌形象真正的意义在那儿。对，嗯，所以我觉得事实上台湾有非常多的好的人才，嗯。 在广告代理商、媒体代理商、公关代理商、数位行销代理商，有非常多的人才。所以就回到我下一个问题，就是老板有没有那个胸襟跟气度，用这些人才是永远都觉得我自己最棒？可能是问题之一，还有就是需要投资，经营品牌是需要投资的。张总，其实我知道你们打品牌打得很辛苦啦，有没有计算过说到底要多大的市场、多大的人口数才可以支撑像你们一样一个餐饮的品牌？ 呃，我想对我们饮料界来说，我们计算过最少要六千万的人口才能够支撑一个品牌啊，所以是蛮辛苦的。所以现在你们除了台湾两千三百万人口一定不足以支撑嘛？是的。你们接下来重心是放在哪里？我们刚开始的一个策略是在东协十国，那东协十国我们大概都已经攻占了啊，所以现在我们主要市场在北美市场。 跟中南美市场，这是我们下一步积极要走的市场。没有考虑过中国市场吗？哎，中国市场，呃，其实我们六角国际在十一年前就已经切入到中国市场。说实话，我们是做失败的啊。Uh huh. 重新来过，调整策略。那中国市场并不是说不重要，而是我们现在的分析是说，要做国际品牌，中国市场不是第一站啊。Uh huh. 它。 就算他做的很大，他要进到国际上面去，他还是要学习国际的游戏规则。可是我下一个问题就比较残酷了，你看您在台湾、在东协、在美国，可是台湾真的有办法去发展出这个所谓餐饮的国际品牌吗？呃，我我我是这样来讲，就是说，最主要是人才，你有没有足够的国际人才去培养跟去建立一个国际品牌的一个团队？那。 我们的公司是很积极在布局国际人才。举例子，呃，麦当劳，他可以在台湾请的一个 CEO 可能是华人或是台湾人，那是我们台湾的餐饮业的人，他可不可以在美国请一个美国的美国籍的 CEO？可以啊，你就这就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点。为什么？第一个，薪资，他用国际级的薪资。 那我们这 base 够不够能够去称一个国际级薪资的经理人啊？啊，我们已经在澳洲，我们聘请了一个专业的经理人，他是从一个五百家的咖啡连锁叫 Gorilla Jeans 的呃 CEO 把他请过来。那就是说，我们公司为了要国际化，请国际人才，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在哪里？是在那个市场的。 单价跟营收是有办法维持在一定的获利率的时候，才有办法去招募或是邀请优秀人才进到我们公司来。可是国际企业的经营一定要向外借降吗？呃，我可以这样很直接的讲，我们台湾现在目前的，比如说茶饮市场，平均的单价大约了不超过两块美金。嗯，那我们在东南亚的一个单价大约在两块七毛。 到三块钱美金，平均一杯的单价。我们在北美市场大约四块到四块半，我们在英国甚至可以卖到五块英镑一杯，五万五万呃五块钱英镑等于是两百多块一杯，我们的价位是跟星巴克一样啊。那我们在澳洲也同样的是在一个接近的一个价位。那同样的，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获利跟毛利率的话，它是才有能够。 能力去支撑一个企业的发展，我想问汤老师哦、喔，一定要向外借将吗？一定要向外借将，因为餐饮业不一样，餐饮业是非常当地化的一个产业，嗯、你一定要用当地的人才知道说当地消费者的他的嗜好的改变，因为消费者也很精，今天试一试，明天试试别的，会变来变去的，所以要用，一定要学会用国际人才，你不会的话叫我们叫 t h i r international。 比如说，我用澳洲人去英国当当经理，用南非人去澳洲当经理。你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学会怎么去管理一个国际的人才的一个人才库，不能用台湾的这一套。嗯、<哼>欢迎回到《财经我先论坛》节目现场。为了推动。 台湾品牌其实政府也投入不少资源哦，做了一个品牌台湾的发展计划。我们来看这张表格哈、哦。第一期计划是从民国九十五年到一百零一年，那当时负责的单位是国贸局，这段时间总共花了十二亿六千万元。结果呢做的不好啊，所以到了第二期，改成经济部长官说：“我不要给你国贸局做了，改成工业局来做。”预计四年还要再花三亿八千万元，总共加起来是超过十六亿。 可是这个钱到底我有们有花在刀口上呢？我们就要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了。我要请教张总哈，张总，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计划？我说实话，我没听过。<laughs> 其实你们自己的雄心壮志就是要发展品牌，是可是这个计划说是要帮助台湾品牌，到对你们特没有特别的发展。<是>我想问说，其实你们餐饮业哈，整个国际化过程中碰到最大问题是什么？其实我们认为这门槛是很高的，啊、要到国际化是很高的。 那在台湾啊，要做一个茶饮，可能一个店长他可以就马上出去开一家店。对。可是他要进到国际市场去的时候，他要遵循到各个国家的法令的时候，他的难度就非常的高。嗯、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如果要在美国开一个店，最快我所看到了都在六个月以上才会开出来一家店，哦、原则上大约都在九到一年的时间。 财报展出一家店，所以这个经验不能在各国这样彼此复制喽。啊，是没有办法，因为每个国家的法令不同，好、哦，它它的相关的规定都不同，所以呢，你要做成一个国际化的品牌，你必须要付出相当大的一个精神跟成本，还有当地的一个资讯。你们跟厂商因为签合约嘛，合约到底有没有效用？作为一个台湾的品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我们跟全球的这些国家，实际上很少有邦交，对，没有邦交，就算说我们的，就说如果有纠纷的时候，我们何以要在比如说是国际法庭上？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就算是我们胜诉，执行的时候，那那一些国家的人，是不是法院是让我们去执行吗？所以。 我认为是说，慎选合伙人，这才是一个重点，而不是走到法律的这这个路线，而是说，当初你就应该是要多沟通，呃，不是用规定或法律来去规范，这这只是一个标准的流程。要不然的话，以台湾目前的状况，我们实际上，呃，在二十几个国家，将近三十个国家，九十几个城市。 跟我们有邦交的不超过百分之五，嗯，这可能是你们很辛苦的地方，所以希望政府能够提供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协助？呃，我想哈、哦，政府呃，目前为止应该是要让我们的同业了解什么叫做智慧财产权,权啊,啊，要去珍惜我们的品牌。六角国际实际上它最重要的获利点，并不是在产品的销售。嗯 而我们做品牌的人是要从哪里去获利呢？授权金、授權,金权利金，还有一些的技术的移转金。嗯、我们是这种生意才是长长久久的，而不是说我们要扎非常多的钱在某个区域做行销。这是在合约内，我们要求他必须要提供多少百分比做行销。我们刚刚提过了 S 的例子哦，毛利太低。嗯 很难打品牌，所以相对来说，是不是餐饮业的毛利真的比较高，比较容打是,實是比较高的。那也就是说，要看各个区域它的一个平均的消费指数。那像台湾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举一个例子：我三十年前在麦当劳时候，我的是最基层的实习乡里，我的薪水是两万三千块钱。 三十年后的这些大学生毕业了，还是两万三千块钱？你觉得呢？他们的收入是不是有办法去负担现在的一个消费的行为呢？很辛苦，非常的辛苦。所以其实啊，在台湾，其实很多的企业很努力在做这个品牌，其实也在推动台湾的经济啦。在品牌崩坏这个阴影之下，其实我们最想知道的是。 要怎么做才能够真正提升竞争力，甚至是更进一步提高品牌价值？我要先请黄老师做您的结论。台湾因为内需的市场，国内市场小，所以品牌也的这个发展受到很大的挑战。话又说回来，也就是因为哦内需的市场太小，我们才要走出去。啊、那今天这个时代，台湾的厂商不太可能再靠低成本哦，那这个呃呃廉价劳工哦走出去。 那品牌哦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选项哦。那在服务业方面啊，我们做的比大陆还精致哦。那又不像这个日本那么样的没有弹性哦。那服务业品牌其实也是一个大家可以考虑的一个一个方向哦。那虽然啊辛苦哦，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哦，也是也是要走的一条路。所以我们因为没有跨到很多东西都没有跨到最终的消费品，所以之前很多的你在讲品牌对这些厂商，我就是销给那个大厂啊。 我用什么要品牌？他有品牌就好了。所以，我们台湾的厂商，你要谈品牌，你必须要让这些厂商先了解，我目前做这个代工，利润永远都是被人家吃，人家吃苹果肉，我们吃苹果皮，所以 Apple 永远赚大钱。<laughs> 那台湾要赚大钱，必须要往下游去。那下游有很大的风险。你如果往下游卖到消费品的那一端，你品牌这里才有用。目前，如果你还是永远维持在中游，這个代工这一段，品牌对你是没有用。虽然我们台湾红海。 呃，或者是台积电，它的代工天下无敌，全世界知名。但是，对对消费者来说，有没有台积电的代工，或者有没有红海的代工，对他来说可能就不是那么重要。嗯、<哼>所以，我觉得，呃，与其谈品牌，不如谈谈看台湾的这些厂商是不是要往最终的消费品去发展。如果没有的话，目前这样子的情况，品牌并不重要。如果你要跨到消费品的话，品牌你就必须要考虑，刚刚我们这些老师讲的所有的面向，你都要再去考虑。嗯哼，请教社长。好。 事实上呢，即使哈台湾没有台湾很多的产品服务的不是 n user，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做 B to B 品牌的行销，因为任何一个大厂他要采购一些东西，他一定要找信得过的、不断的在做研发的，<對 S 1> 呃，他的技术永远可能领先的，这些都是品牌的一部分。如果说， 呃，台湾再不重视品牌，我觉得将来可能我们连做嗯、呃、代工的机会都会呃越来越没有机会。所以，即使是做代工，我觉得也可以在 B to B 这个上面好好的把品牌给经营起来。我们只要走到满街上，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呃，不管真的假的，他就提了一个 LV 的包包，那就是品牌的价值，因为他相信，他觉得他提了那个包包之后，他身份。 会不太一样。台湾的品牌啊，我看有三条路走。第一条路呢，就是要技术突破啊，技术才是硬道理。我们讲巨大好了，巨大在，一九八四年以前都是代工起家。对。可是他知道说代工下去死路一条，所以他决定要做品牌。可是做品牌他也知道品牌只能锦上添花，不能够雪中送炭。嗯、代工怎么做品牌？所以他就花了全部的力量去做碳纤维的脚踏车。<对>那个时候在欧洲一辆卖一万美金。 他做出来三千美金，可是他不卖。他请环发的选手呢，比那个脚踏车比赛的选手去骑，花了两年的时间。这些选手很刁，去改他的所有的缺点，两年改好了。环发选手用了他的车子拿到第一名了，别人才问：哎、欸，什么叫 Giant？所以他的品牌就在欧洲就开始出现。成本的投入、啊。所以这成本的投入，这样拼出来一个捷安特的品牌，他现在毛利有百分之二十。 可以支撑它的品牌，所以现在捷安特外销的脚踏车的单价比我们的笔记本电脑还要高，所以这第一个就是技术的突破，第二个就是买品牌。像有你不要去惹这种大的市场，我们有一些小市场，比如说卫浴设备，譬如说锁、小五金，嗯，这一类的品牌，事实上美国很多百年的品牌，现在他们的势力慢,慢慢慢下去了。 有些香港的厂商、台湾的厂商，在这些小池塘里面，他去养大鱼。他买一个品牌，在这个里面马上把它做大。第三个，也不要想那么野，说我们做一个全世界的品牌，不要你做一个亚洲的品牌，嗯、或者只做一个中国的品牌，要区域性的品牌。然后记得，所有的品牌一定不能够只是找人代言、花钱就算了，一定要有品质的支撑，嗯、要不然这个品牌是维持不久的。好。 财经有限论坛，我们不只发掘问题，更希望找寻解药。台湾的品牌之路真的是走得算很辛苦啦，尤其最近我们看到曾经被比喻为台湾之光的宏达电 （HTC） 手机，让投资人心碎了；而还有呢，曾经被比喻为是台湾良心食品业的易美，也让婉军们失望了。还好，还是有新的台湾品牌是不断在奋起的，一起来打拼经济，创造未来。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也谢谢各位来宾的参与。下礼拜同一时间，郭景城邀请您一起来看《财经我见论坛》。谢谢，谢谢大家。